迎接冬季低温，不少人开始添购保暖寝具，除了常见的羽绒及蚕丝，近年兴起的石墨烯材质也备受关注。石墨烯蓄热冬被本身具有黑金科技，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升温，表部透过物理性的防螨处理。蚕丝冬被具有亲肤透气，然后不闷热，久时时长效，可水洗羽绒冬被。是因为我们特殊的耐米处理之后呢，它的羽绒富有防水以及防污性。除了材质差异，充满巧思的子母扣设计让被子能随喜好增减厚度，看准过冬需求，也不忘照顾家中儿童及毛小孩。 WOMTOUCH 石墨烯系列，它的部分是连续销售三年都是我们的冬被销售冠军，它包含那个室内拖、毛毯、厚的坐垫，那再加上就是今年做了两项的新的设计，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儿童的睡袋，再加上宠物床。这一款石墨烯的冬被跟去年度比较起来已经下降近50%的折扣价格。以热门款式搭配活动帮消费者省荷包，业者预计将为今年冬天带来近20%的业绩成长。 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